看节目了，大姐还有勇哥他们去挖东省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屁颠屁颠跟到后面去。以前就是看视频里面真的很好玩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了，出发！你这挖都看都看到了。我们来挖东省了，挖深点。哇，真的！你看，我是第二个打的啊！哎呦，真的，我现在终于感觉到那种挖了东省的那种兴奋感觉了，知道没有？感觉比中奖还开心，因为真的很不好找。是，点点要是像别人搞那么大一根的话，更加我们大了，走，继续。勇哥找到的。厉害了！哇，你看勇哥的，真是大王。哎呀，运气好。要有那种树叶才行。这个不是冬笋，这不是冬笋，这竹子啊。这个冬笋它是长在土里面，它不冒出来的，所以说需要爬开。哎，太开心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卖的这么贵了，这冬笋，是吧？嗯。20多块钱一斤呢，好像他们说的。你看勇哥才会找勇哥。大货啊！好紧啊！哎呀，别让我的兴奋度过那么快嘞，再出来吧。我不知道在哪里那哪些地方比较容易找。妹子加油！烤我是烤不住了，要是我死那个。烧了半天，山都找我挖完了。又找到了，大姐。没有。哎呦，天哪！我一听到有声音，我就会以为打到了。我一听到声音，我就以为又有发现。那个鞭子，太激动了。我们在这边找了一个多小时，估计这边都被挖过了，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被人挖过的地方，跟着大姐跟勇哥走，绝对有收获。走。跟我们那边有点不一样了，不能找，不能套路出牌。所以说物以稀为贵，越不好找的东西越贵越好吃。我们那边没得，虽然20-30块钱一斤，妈比嘎嘎都还贵。你看，这里全部都被别人挖过了，这土都还是新的。这网之鱼都有点难找，我们还是慢了一步啊。我南面的收获好，这边就不晓得，被他们很多人挖了。我也来大面积扫荡一下。挖这个东笋虽然说难挖，又好玩又有乐趣噶。住宿藏着惊喜。对啊，人多太热闹。真的有一根啊！终于来了！啊，我的天呐！还多大？就是好像有点挖烂了。这里哦，真的。真的是漏网之鱼。哎，有点小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目前的收获了。看那个。我今天都有口福。太厉害了！哎，有点挖烂了。哦，起来了！哇，有那么大。可以。哇，半斤多些，收获不得了。勇哥，还有收获没有？没收获的。收工了，我说的是。收工了的。收工了，挖这些都是挖不到，容易的，好找的。现在还长点小。你说我们这样不挖它，那它会不会长出来？长不出来。长不出来呀。冬笋长不出来，它就烂在这些地上边。哦，没有人挖，就算没有人挖，它也得烂在地上啊。对对对，只要春笋它，它要冒不出来。这个性不错哟，这个性啊。今天我们挖的也是有那么多了，大家也都累了，回去够我们这几个吃一餐了。收工。啊，你在我们家去啊？你不去？好了好了。我们姊妹家算了，算的轻一点啦。那你有时间就过来吧。我没有，咱们看看。好了，你们去了，他应该到了的。过来，过来嘛。他说下次在我们家去。他和你姐去。我姐去，我回来。走了。
是不是啊？你今天晚上你不能开车哦。今晚上没喝酒。元芳你怎么看？可以。走到慢慢来喝啊。走了，回去了。7:25开始上高速。现在差不多10点钟了，去了2.5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家里了，开了差不多有3个小时，旁边这个已经睡着了，我们也要去休息了，拜拜。